南方五两四幺哈尔滨塔台。回答南方五两四幺。南方五两四幺，我仅代表塔台的全体管制员向机上的医护人员和机组成员致敬，感谢你们的无畏奉献、勇敢付出，祝你们一路平安，早日归来，我们等你们回家。收到，谢谢南方五两四幺，我会告诉白先生的。正是护孝感事对口支援队出征，疫情不退，我们不退。黑龙江省各地的医疗队员迅速集结，我们有信心，一定能够打赢这场战役。支援！向黑龙江省医疗队支援！随州，江西来了，辽宁，辽宁来了，马氏南京来了。作为九零后，已经长大了，请相信我们。一定能战胜病魔，给我们即将逆行赴前线的勇士们践行。这座城我们一起守。湖北的同胞们，我们湘军来了，等我把春天带回来。湖北人民有难，脊梁湖北，我们贵州人民责无旁贷。每个人都是全力做好本职工作，有一份力，发一份光。我们一定会带领他们勇往直前，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。Thank you.